是可以夹这边的童话和夹另外一边的童话，这样好感难觉好像过，很有趣。好难过，哦，还不错哎，好辛苦的感觉，好累哦。那有规则，开始比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多本，看看规则，准备。哪有？难道明明是英文本？对啊，那个你可以看英文的啊，给母骗我们，这不能忍啊！是啊，我被给母放鸽子八点了，刚八说点八点了，了，结果被放鸽子，被给母放鸽子，给我跟他母竟然说，放我们鸽子，我要我去们在呛呛怪物公他，司，呛呛，哦，那个半小时前才在那边打架架。半小时前给母表示佳佳，家，被动。然后结果现在连手机都不接。发现情况不对，赶快绕跑的意思。我们马上被人家放鸽子。有人卷款潜逃了，不对，他连钱都没有拿。最好现在慢慢看一下，连钱都还先没拿中就文走版慢慢看一下规则。对，对啊，给大我家看们一下。那个，我趁现在再找一个人好了，我好啊，先开台好了。好，开。那个今天开场交给别人，啊？我再去找人。先开场先交给别人。你是那我说们有由缺最在厉做？害的纸片来说说。对吗？要照秋风的开场吗？还是我先讲完那个开场白，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等你们。可以啊。大家好，等一下，很嚣张啊！你先弄好。我还没有调好，我还在开台。那个心理上还没有等调你试先好，开好台。我还没有调试好，然后那个是物理情形的，物理方面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My Quiet Tuesday》怪物公司第三届。那个今天已经在广大粉丝热情赞助之下，已经中文化了。太棒了！耶！懂那啦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来照，chocolate，惯例，照惯例。这个到了1.8版本就不一样了。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了。你在骄傲什么？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巧克力。上一次跟三个新手一对，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打出了风采。这次我觉得就算跟纸片一对，我也会好好努力的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可以，有中文了，有中文差很多了。你不会放弃的，乖乖，有英文纸片就弱一半了。可以。下一个啊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。嗨，那个大家好，自己来。好，我是鬼鬼。然后上一届没有玩到，然后这次玩的时候就有中文的，很开心。好，松，今天电爆你。那个那个 game 来了，game 加入通话了。哎呦，game 啊，哇哇，你现在比阿信还大咖啦。哇，阿信还没有迟到，你居然迟到了。而且阿谦至少会接电话。我靠！不是，是想说阿谦没有来，这是他。你们讲了这么多，都没看到他在讲话。对啊，他只是接着好玩而已。好了，那下一位，抖内哇，福音感谢你的抖内。哪现在很吵，一轮到你就抖内啊，真好。哇，朋友各位，我是风破。继续，这次希望不会立 flag。好，下一个，我讲一点啊，那个谁还没进来？谁还没有进来哦？版本他哦，一只眼是不是？哦，给木还在问我版本是多少？1.809啊！进来讲，没有在通话里面呢。给木进来讲，他有在通话啊，要接喽。对，开口说话，给木讲话啊，有听到吗？喂，有，你细啊细啊，哎，等下再审判你，纸片先介绍，再处罚你好不好？啊，纸片换你，换我吗？哦，我是纸片，好，下一个，来高恩，你刚才叫人家讲多一点。对，张远忠，你干嘛跳过哈记啊？巧克力，你很坏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英文不好，对不起。哈记你，哈记来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记，对不起，我是第一次玩，没关系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多多包涵了。看来，刚已经有人已经不包含了。我也是在跟他道歉了，太难过了。我都尽力道歉了。好了，悟星来吧，悟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悟星。那个巴哈姆特中文化有两种版本啊，那我目前采用的是比较早推出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风破他们聊天室一位大大做的。哦，强强强。那个
悟星，你按了那个观察者，所以你变到最后一个了。啊，没，等一下再按回来就好了。不然你不应该是最后一个的。来来来，那个刚刚进来的谁啊？对啊，刚刚迟到的自己介绍。迟到的大牌。绿着呢，青苹果。这个哦。嗯。说话。说话。喂。喂，有声音吗？有。我是 XO 的声音啊。嗨。解释一下啊。解释一下。我完全记错时间，我以为是八点半啊！都八点半了，什么时候改这个时间啊？哦，我从来没有八点半。哦，这个借口太烂了、啊。这个借口，下一个没有下一个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想另外一个借口。对，你要说你塞车啊，或是账、那個、号被盗啊，对，或是电脑突然坏掉之类的、啊，或是爸爸妈妈叫你出去忙啊。哦、我刚刚去寄要给粉丝的东西，然后结果连续三家 iPhone 都坏掉，跑了三家。iPhone 坏掉哎、欸，这里不到、啊，里面没有纸之类的吧？为了粉丝而迟到、嗯，啊，可以接受，最干。好了，那就今天中文的就不介绍了吧。今天有谁第一次玩的？我，对，所以就是两个第一次玩日剧。对啊，我是第一次。那就自生自灭了，不管他了。反正你们一人一队啊。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们一人一队，然后我们剩下抽这样？规则，等一下，按中文规则反过去看。我觉得当你要跟三个新手一队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对吧，秋风？可以啊。祥林为什么没来？因为他没有回话啊，所以就没有来。是啊，我们自己群组讲话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出现啊。好了，就抽签是不是？在哪里？来，抽签箱在这哦。这个抽签箱是本来就有还是？哦，那是我加的啦。他加的。好棒，加的好像好融入哦。对啊，奇怪，完全毫无违和。那个从下面抽上来好了。下面吗？好啊。好，悟星先抽啊。谁从我开始？对啊，悟星抽出一个。哎、欸，苦力怕，苦力怕身上，喷到我身上了。来，要让开一点。那个悟星的喷到乔那个黑鬼鬼身上。有他拿了。姜伟，纸片上。现在怎么怪怪的？哎、欸，悟星啊！纸片的喷到秋风身上，这个是。加油啊！靠你啊！嗯。换谁？换哈记。哦，紫色的。喷到我身上了。哎呦，桃哥姐怎么都乱喷啊！天哪，发生什么？怎么喷到我身上了？风破也是紫色，现在很平均哦。我也紫色。现在很平均哎、欸，很平哎、欸，换我了，我一直拿不到，哦，也是紫色，桃哥姐，关键是 game 了，我没有跟紫色，哦，两个新手是同一队，那剩下我们都是绿绿的啦，秋风，你的命啊，你干嘛、啊？你就是紫色的，是两个新手在同一队要同抽啊，那我也是什么？那你干嘛一开始就不把他打散他们？不是两个新手在同一队、啊，没有，你一开始没有弄哦。哎、欸，你们刚才不是这样讲的吗？没有吧？有啊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巧克力没按到，来啦，重抽啦，哎、重抽啦。用啦，没开始啦，没开始。需要吗？不用吗？真的不重抽？不用啦，之前三个新手都没重抽的哦。三个新手是没有办法和平的打散，你知道？就让他自生自灭，可以吗？我是觉得还蛮公平的这个分队啦。普通比赛是怎么回事？普通比赛是不是要几分的、啊？1000还是1500分？1000其实可以啊，反正不要七百就好。还是你要三战两胜？哇，1000好了，这么累啊！1000是三战两胜千啊，就落差一出来就差不多要结束了。我们已经不行啊，哎、欸，那个加油、啊，可以啦！我现在不能放生你们了，有，等我们半小时，我们好好的讲解一下。还有风破在啊，对我，嗯，我们等我们半小时，我们好好讲解一下。太久啦，从半小时半分钟啊，那个。通话再拉一下，再拉一次。好，那我拉你们。我们要开始了，我要加入阵营。那我拉你们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拉一拉，先拉个五星，然后纸片把它拉进来，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是鬼鬼，嘿。天啊，我今天其实就有一种预感，感觉会跟紫片又一对。啊、可以啦，我现在已经被训练成那种杀手了。有，其实我回过头去看一下上一届，我觉得我们 OK 的，还可以啊，可以。对，上次是因为三个新手才输啊，你已经不一样了。上一次我真的觉得差一点啊，我现在已经是这个
这个男人啊，成年了、啊，鬼鬼还记得怎么玩吧？我每次玩感觉都像第一次一样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。哦，纸片只是大智若愚而已啦，非常的大智若愚、那我们这一次有什么战略呢？我觉得就还是差不多啊，像之前一样，两到三个人去采纸，那一个人先去采其他的物资。那我去采纸片，好，我采自己。那其他怪物要以什么为主啊？应该一开始那个骷髅弓箭手跟那个深海守卫还蛮好用的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深海守卫大军放下去真的会很困扰。深海其实意外的讨厌，不打也不是，然后又打又很痛。对他很少量的时候虽然比较不会去打人，可是当他很多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蛮烦躁的。嗯，而且一开始都不能打。对啊，一开始可能先确认一下，我深海守卫是要用哪一个召唤、啊？悟性还记得吗？蜘蛛眼吗？我不是很清楚。那不然鬼鬼就先去，我也忘了，好去看，先去看一下，然后去用深海守卫的。好啊，我就采深海的。上一次我后来就是跟纸片一对，你们悟性们一开始用深海守卫弄我们，其实真的我觉得有被弄到，超累个，因为要去打，然后就一直被反伤，那真的好烦哦、喔。嗯。对啊，那我们就鬼鬼交给你了、啊 okay 啊。对面还要再25分钟吧，等他们一下、啊。那我们就我就主要支援啊，你们主要采纸，我就去换换怪物蛋啊什么的。哎、欸，1000分的有那个猪人可以帮忙采吗？哎、欸，有有有有有 有, 有。我们要慢慢吃。OK 啊。那、啊、猪人居然叫奴隶，奴隶好可怜啊。奴隶。OK 的 OK， 我觉得这次一定会 OK 的。那三大高手都在这呢。放怪有谁想要放吗？加加加，都没人讲话，就我。好、啊，那不然我跟你放啊。延迟了一秒。我跟你放啊，我觉得我放怪很厉害、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这个苦力怕要稍微再、嗯、再。我们就把它换好，然后放到中间，然后去放怪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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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 的。啊、我上一次开讨论会议呢。我们上一次算输给了悟净他们这个四个好手，可是我们也打出了一波风采。对啊，这真的是 leader 的问题啊！我觉得现在对面有秋，有那个秋风有点危险。哎、欸，我们上次拿了首杀，而且后来还有连续杀他们好多次、欸。哎，对啊，后面很可惜是没有跟上、啊，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在捡，然后隔了一个月，那时候我看到风波还死两次、欸，哎，被我们弄的有有有丢脸啊！我就觉得哇，哎、欸，我们其实还蛮厉害的，还蛮强的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来打 OK 咯。OK， we OK。Quickly please。哦，我们一直都很 OK 的、啊。Quickly please。他们会有很多问题啊，因为有两个新手。啊、他们还在讨论。对啊，给他们一点时间。给你啊，温度一下。哎、欸，鬼鬼知道材质怎样比较快吗？材质。分阶交叉踩吧，不，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三个人踩，所以不一定会两个人可以踩两个，要登阶训练，前后就是、哦、上上下下，跳上去再跳下来，哦、跳上去再、啊、跳下来。上次最后我们有试过啊、这个回忆学生时代的登阶训练，登阶是最快可以踩的。啊，说那个水桶啊，到底能不能放啊？水桶只能放在自己的家啊，就是他放在自己的那些草地，可能是怕自己的草地，怕可能被烈焰神那个烧到吧。哦，对，可是你一放，基本上就是其实有点阻碍自己。对啊，感觉没办法拿钱，因为我害到自己了。我玩第一届的时候我就去玩了，然后结果就放出来，而且他收不回去哦。哇，收不回去哦，他收不回去，重点就是收不回去，真的很过分，太惨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说，我们这一队是放水还获胜。对，那个破水管的魔法是要多少分啊？75分。75哦，要抢一下，我觉得是差很多呢。我觉得那个差很多，真的有75分之后配上深海守卫，有时候你被卡在里面要出来，因为有那个水流关系，就一直被深海守卫弄、啊。而且出来的时候还是会被弓箭手射个多射一两下，嗯，就弹回去，被他射回去，差很多。我上一次最后死掉就是我在里面啊，然后深海守卫不小心游进去了，然后开始了，马上小心不要按到按钮，一个人开门，走喽，我去右边的，好，右边的纸片，我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深海守卫需要什么，然后就。